精彩的舞狮表演，热闹的捞鱼生习俗。新加坡侨社日前接连举行新春团拜，去年十二月刚上任的驻新加坡代表梁国兴应邀出席，他表示新的一年会和大家共同为未来打拼，怎么样的能够进一步的能够促进两国之间的文化的交流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。那我想我们新加坡台湾工商协会，我们人才济济，对于新加坡这几年来不管是在经济成长、社会进步以及文化的推动方面的贡献呢，大家有目共睹，也很受到新加坡政府的肯定。梁国兴同时指出，2016年新加坡是台湾第六大贸易伙伴，往返两国的观光商旅人数更超过72万人次，再再都显示两国关系十分密切。